行政院文件会所属国立台中图书馆日前推出 RFID 自助借还书系统启用，电子数位资源的建制与共享及新馆迁建计划设计监造建筑师甄选结果与近图决选作品展览三项活动，展示近期努力的结果。国立台中图书馆于12月6日上午举行记者会，邀请文件会主任委员翁金珠为 RFID 自助借还书系统进行按钮启动仪式。翁主委于记者会中表示，相信只要是一个好的阅读环境，都会吸引民众的参与使用。国中图推出的自动借还书系统功能，可以节省许多时间，是科技化功能与效率化的服务。透过 RFID 自助借还书系统，民众可轻松 DIY 一次借还多本图书资料。此外，该馆已陆续建置完成许多数位资源系统，即日起开放给各地公共图书馆共享共用。民众只要到乡镇或县市的公共图书馆申办借阅证，就可以24小时线上查询资料库，收看每周六网络即时直播节目或点播免费影片。未来台中图书馆将迁到台中市复兴路，新馆近图决选于11月26日公布。他的作品呢，显现了一个流线型的一个外形。那另外，他也有一个跟大自然复兴绿园道的空间的结合，使得这个作品呢，可以结合现代，这个考虑到读者的使用。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中报道。